上一个视频的评论中，竟然有人让我用筷子吃吉他，还要同时弹黑人抬棺。What？ 这么重口味的要求，我真想给你一个大大的赞。其实说到用筷子弹吉他，我首先想到的是把筷子插到音孔里，然后摩擦琴弦发出美妙的声音。但是这一招在上个视频用过了，用同样的招数你们是不会点赞的，所以我灵机一动，把筷子磨成了拨片的样子。以后请叫我双筷武言圣。想听他的声音吗？点个赞，我们马上走起。交出你的赞，不然我就去你家，把你吃掉。